小军啊，叔叔给你变个魔术，哎，看好了，看，哎，看分开了吧？哦，哎，好玩吧？来，送给你，看看怎么变出来的。你的手。哦，没事。 手给我。我每次给我女儿包扎伤口的时候。 我都会在上面绑一个蝴蝶结，然后他每次都会瞪大眼睛望着我说：“妈妈，我现在一点都不疼了。”你有女儿？我的女儿一出生就有视觉障碍。 他从来没有清楚的看见过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。我好不容易才买到这个眼镜，本来是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的，这样他就能看清楚这个世界了。这也是他爸爸生前唯一的愿望。 我觉得你跟那些人都不太一样。你为什么会上这艘船？其实我跟他们一样，都是为了钱来的。我跟你家的情况很像，都有一个生病的女儿。 我的女儿得了很严重的肺病，后来她妈妈出车祸死了，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失败的爸爸，没有在她妈活着的时候。 把他们照顾好。小杨，小杨，叔，展恩，你听着，一分钟以后，我会带人冲进去。我们开枪吸引他的注意力，你有短暂的时间逃跑。收到了吗？还有，那颗钻石，就在集装箱的左侧，一定给我拿到，好吗？ 小杨，我知道了，准备。
那些幼体怎么办？别担心，他们应该被烧死了。行啊，张扬，不显当年，啊！锁了，刚才还能开开的。走这边。故意把我们逼到死路，这简直是在狩猎啊！这也太聪明了。乖，现在就在这扇门外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啊？我发现一个问题，为什么？你到哪儿怪物就到哪儿，还有这个钻石为什么在怪物窝里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全船人都死了，怎么就只有你没死？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赶紧想想怎么出去吧！你别为他辩护。小心快！我撑不住了，行了，快点快点，快走。走这边，快！
湘北。不要！不要！吓死我！吓死我！没事，有我在。孩子，我带你回家。走。小林，等一下。那个怪物好像是从这个罐子里出来的，还有一个红色的盒子。红色的盒子，这是黑匣子。我想起来了，出事之前船员从海上掉下来这个盒子，还有这个瓶子。得找一下设备接口，能读取黑匣子的信息，拿下。在国际上从未被允许生物体实验，它超出了我们的控制。我们找了许多种类的生物来做样本，可是样本发生了突变，宿主的体型增长至原生物的十几倍大小。它们能刺穿人类的皮下组织，混合自己的遗传物质注入人体，将人类作为自己繁衍下一代的宿主。而且女性宿主的孵化时间远远长于男性，并且有极强的攻击性。它们智商很高，同类之间不会自相残杀，为了生存他们不择手段。记住，千万不要放出。这帮王八蛋没事研究这些东西干什么？我们得想办法赶紧逃。不管了，走吧。小美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我们得赶紧走。等等，病房，我女儿叫张小米，替我照顾好她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快下来！第三人民医院，张医生，医药病房。放下！我女儿叫张小米，第三人民医院。张医生，你快下来！二零幺病房。